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玩开心吗？开心啊。玩开心就好。妈明天要出院了。啊。你要是暂时不想见她的话，明天我跟丁姐去接她就可以了。还有公司那边，你要是想休息的话。 你随时告诉我。我为什么要需要休息啊？不用。小陈，你没必要这样硬撑着。我没有才硬撑啊，我是真的不需要休息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工作。你看，我因为结婚，因为孩子。 我耽误太多时间了。我知道你在逃避什么，但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明天你就别去公司了，这是命令。早点休息。 方姐，吃饭喽。方姐，程太太其实挺可怜的。 竟是自己的孩子，血浓于水呀！要不您上楼去看看他呗。你们是亲生母女，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呀？啊！如果我当初坚持不让他来上海。 就不会有这事儿，他也不会认识沈浩。现在肇事的司机没找着，小小的孩子也没了，我这是做的什么事儿？ 我不知道我这都是干的些什么。